加贼。各位同亲，大家较早，今日足欢喜，大家坐伫车，甲大家来探讨会计制度的遮个问题。首先要予大家一个较简单的观念。会计啦，一般的人若无读商学院的学生啊，较袂去接触到。若读到商学院的学生啊，也是管理学院啦，共款，凡是属于商的这方面啊，拢必修的啦。上少啦，拢爱修2年以上啦。所以有诶资料，家己无从事即个工作，慢慢啊都会袂记哩。但是若有即个观念诶人，若无一定讲。家己会知影讲，即、这个会计啊，我常常会安尼讲一句话：假设你公司的账，摕予 A 的会计师来做，做出来讲今年趁钱100万，佮摕予同款的遮个账，佮摕予。你会计师来做，伊讲今年你赚80万，先提这个问题，予大家来了解会计这个物件啦。因为会计师的无共款，伊所做出来的看法、判断会赚的钱啦，是无。共款，所以这大家会感觉讲足怀疑的。有的人会问讲：“我读册的时阵，阮咧考试，即、这个做出来，赚的钱，大家拢共款，讲差考也袂使哩。哪会讲伫实务上？”请 A 会计师做出来，甲 B 会计师做出来，会相差。这点啦，就是要咱的主题，就是讲会计制度的问题啦。因为会计制度因为要定这个会计制度，拢因为无共款诶人，伊诶定出来诶制度，甲伊诶判断拢无共款，就是伊所讲诶，讲爱符合一般公认诶会计原则就好啦。伊诶看法是安尼，伊诶看法是安尼，即拢是毋是会接受一般会计诶公认诶原则？所以有个人讲，常常咧做迄计数，所谓计数啦，因为会计政策无同，做出来的数一定无同。咱即马主要确定啊，咱会分即个要做啥，咱会。今日所要讲的项目啊，咱一一的来甲介绍。主要咱这个会计制度是要来探讨这个问题，让大家有一个对会计有一个了解。咱今日要讲的主题啦，咱甲
分到七点，要来甲大家探讨。哦，啊，咱这七点啊，第一就是讲，咱来简单的介绍讲啊，什么叫做会计制度，啊，过来讲政府会计制度。哦，实际上啦，政府的会计制度啦，甲现在一般的会计制度啦，慢慢啊，要啊，咱敢讲偏向私人企业的会计制度来做。早期的啊，政府的会计制度啦，无同款啦。啊，实际上，因为一个企业公司啊的会计，甲国家的会计，应该是啊，会使讲慢慢啊是统一，也是同款的。所无同款的，就是主要一些科目的问题啦。哦，科目啊来定这个。啊，会计科目的啊一些啊无同款啦。啊，过来要来第三点，要来讲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这个足重要，足重要。有诶商业咱有诶讲商业系毕业诶，要甲问讲会计原则，有诶讲我讲未出来。那转去啊。您有亲戚朋友啊？我读个做啊，商学院管理学院的，甲问看卖讲，会计制度，会计啊，一般的公认的会计原则是啥物？啊，你甲问看卖，有诶可能我无真了解。哦，这点啊，哦，啊，我互大家啊知影吼。啊，过来个会计政策。实际上，要做会计，伊哪有爱依照伊个政策？啊，这会计政策吼，咱会使讲，那工程方面啊，伊就讲，我买机器原早是赚十年，隔壁工厂，佮买一台新的来啦。我成本，我这台机器，员工足新尔，咱一工会使做咧两万个。隔壁迄间工厂讲进新的机械来讲，啊，一工讲咧做5万个啦。我成本无遐多啊。啊，这那会使讲，伊要买机器的啊，那是一种政策啊。所以讲，这个政策讲，咱就爱加速的结果。加速折旧吼，加速的折旧来去处理吼、哦，类似吼，安、哦、尼这就是讲会计政策。啊，咱政府会计内底啊，会计政策啊，那是足重要的。这就是你起码等你选举吼、哦，选个一泼泼，有诶讲哦，我要什么啊？迄、那个叫做议题，我要来帮助这人民。哦，啊，咱来设一个基金，啊，这个基金啊，用基金，这也是一个会计政策。好、哦，咱讲，今嘛要开一条，第四条、第五条高速公路，啊，都无钱啊，无钱啊咯，这也是讲用基金的方式，吼、哦，啊，这也是员工是一个啊会计啊政策。哦，这第四点哦，咱啊，后来咱再一个再过来探讨哈、哦。咱即摆来讲第五哈、哦，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咱会计是一个记录，会计咱去做会计是发生过啊，提这个凭据啊来入账做账。啊，再来啊，做小啊，再来了解，吼、哦、啊，咱要讲，这就是讲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咱的制度的建立啊，咱敢讲一般大家拢知影，出纳甲会计一定要分开啦，做出纳的人
因为甲现金、甲收入支出有关，所以你袂使做啥，哦，你袂使做啥，哦，啊，做啥的人袂使去望到现金，哦，啊，那做啥如果望现金，啊，伊就会使安怎讲？嗯，啊，即马原早摕即张传票来，啊，讲即、這个5000块。啊，有诶讲啊，卖啦，你去甲开张6000块来啦，哦，爱开6000块来，爱写着做6000块，啊，都拢一个人咧处理，啊，所以讲有诶讲要封闭，即、這个要做啊，舞弊，吼、哦，舞弊啊，吼、哦，啊，变啊防止，啊，都一个人咧处理，啊，你变啊去防止。那今有两个人，伊会感觉讲，哎呦，伊咧算现金的，啊，我咧计数，啊，即马收起来，啊，经过处理过，讲啊，这个是5000块，啊，你迄边摕到这凭据，啊，就去边付5000块，袂讲付，咱付予人诶，讲有诶拢即马拢直接入去你诶口座，啊。入去你的银行，无用现金盘算，吼、哦，这那较袂出问题啦。咱较尾啊，咱有去提到这个实例啦，咱这个吼、哦、实例探讨啊，咱会来解说一寡实例，和大家做分享吼。过来咱。第七，咱就较简单讲，这实在是足重要。无论你公司大小，等于大公司啊扩大吼吼、哦哦、扩大来个，是那是国家会计这个那做了好，政治清廉，人民。都过了足好的日子，所以咱来遮受训的以后，拢有机会来参与咱这个建国执政这个代志。所以我爱予大家先了解讲，这个会计实在是足重要。我会了解讲执政的政府是毋是咧为大家拍拼，为大家人民来改善，哦，来帮助咱国家的未来发展，这甲会计拢相当的有关系所以咱今日的迄、那个。主题啦，是要讲这几点。咱即马来看，虾米叫做会计制度啊？咱会计简单讲，会计啦，简单讲，拢是咧计数啦，叫做会计。制度咧，制度就是。定一个法律啦，定一个叫做定一个程，迄、那个叫做程序啦，吼、哦，一个顺，迄、那个处理的这个方法按照这个规定来定出来，吼、哦、我简单吼、哦、来讲是。依照这个一般的公认会计原则，甲相关的法律所规定的要求下吼来制定出来。不管你是企业是团体机关各种的团体机关，即卖有啥物非盈利机构吼，毋是趁钱的拢共款，咱国家内底，若有毋是趁钱的
啊，但是有诶咧想趁钱，也有可能，吼、哦，也、啊、拢有啦。咱来去啊讲，咱简单讲，中国，伊讲中国石油公司，哦，啊，中国石油公司目的咧创啥？吼、哦，电力公司目的是咧创啥？哦，咱爱思考讲，咱即个公营诶事业目的是创啥？啊，再来规划讲。咱的这个制度的目标伫在，吼、哦、啊，咱来定出来这个啊，内部啊，这个作业啊，甲这个会计政策啊，甲选择的方法啊，这个是叫做吼，无、哦、确定情形，用估计方式来做处理，这点就是讲咱足痛心的啊，变啊时代。石油会使冻涨，啊，马英九时代，直直起，直直起，啊，讲理由足好听嘞，讲学做反映成本啦，讲反映成本啦，啊，小恁咧做，恁咧算，啊，你讲，拢啊，你要讲啥物，拢恁着。啊，那阿扁啊讲，会使动涨，袂使起，即人民所必须的，石油，若是啊，汽油若一个起，柴油也一个起，天然气也起，迄、那个咱即个一般的生活，大家拢用着，拢也起，所以大家会足了解。啊，本土啊，台湾人咧执政的时啊，去参加这个流氓政府的机关啊，伊多少也是咧为咱大多数的人民啊咧思考这个问题。啊，那流氓政府啊，那个咱啊，我。咱这个做教务长咧，甲咱讲，以前清朝派来遮做官，讲三年官啦，两年口袋就满满满，讲三年官，两年满，因为第三年伊要调转去啊，啊要调转来以前啊，啊伫遮吼，啊剥削人民。啊，靠底啊，得甲满满满，啊，才阁调到转去。咱要讲，清朝派来这官讲三年，这那是一个制度嘞。哦，这那叫做制度。哦，咱后回，咱咧接政的事啦。这个制度那是爱去定出来，一个单位，互你发挥，哦。一加哦三年，哦啊来可能刷嘞，延长一两年，啊袂使讲哦，你拢搞清楚啦，拢弄清楚啦，吼、哦，拢了解啊，吼、哦，啊你就要想要贪污啊，等你嘞，啊但是咱有一个特别的法律，若要来参加咱的啊执政的团队啊。贪污拢安怎处理啊？哦，枪毙吼，大家拢吼爱枪杀吼，大家拢知影，所以大家有这个心，一定会做了就好的。啊，所以这甲会计这个方面，我拢有牵涉到，安怎会牵涉到？啊，这个工程照算算的材料。啊，甲时间算算诶，就是爱用偌济钱，啊，那标出来啊，无完成，搁要追加预算，搁来追加预算，这就是劳动政府啊，
上后对家医生的啊，高速公路预估加讲100几万，啊，甲歹出较好讲啊300几，啊300几亿啊，就啊，这拢是啥？有诶，拢是啥？对家医生，好、哦、用对家医生的方式啊，或者诶啊议员啊，即个会要做啊执行啊管理者人的好处啊，这就是咧从这个迄、那个会计啊，这个我也是看出来。哦，啊，你采工也是同款哦，采工方面啊，咱大家会了解足济啊，台北市花博的采工哦，啊，甲一般市民避开的介绍啊，差遐济哦，这大家拢会清楚滴咧哈。啊，这里就是咱要啊讲的，就是讲啊会计啊制度。啊，这咱即马阁要阁讲一个无确定的情形啊，这就是什么叫做无确定的情形？哦，我头拄也有一个例讲，这间工厂啊，都依照这个生产机械咧做，啊，就是啊，工作两万件。哎，啊，到尾来讲隔壁的工厂阁买一台新的，啊咧做啊，一天生产讲做5万件，啊，这但是无确定。新的物件啊，推出发展出来，啊，伊的成本会降低遐济，啊，这那是叫做无确定。啊，无确定的情形之下，那个日本迄、那个啊海啸，哦，啊，伊发生，这拢是无确定的情形。哦，这咱我会啊了解，所以讲这甲会计。拢啊有关系啊，咱即马过来看政府啊会计啊诶制度啊，政府啦诶会计制度啦啊，就是讲爱拢是爱做预算啦，是安怎即个预算诶产生啦，咱会了解。因为议会的议员、国会的议员，拢要来监督政府的开销，所以讲定一个啊制度，讲伫要开啊要跨年以后啊，你爱伫3个月前，甲每年啦、啊、要开销的事情的。拢诶，预算拢爱编出来，啊，则来监督讲恁有照这个预算诶计划咧做无？吼、哦，啊，这就是咱主要咱咧讲诶，就是来辅导啊，这个政府啦预算管理做一个工具，吼、哦，啊，各级啊，这个要做政府推行诶政务啊来控制这个资源。啊，这拢是爱依照啥，咱的法律规章啊来做，啊来设计一套会计记录甲报告的方法的处理准则，这叫做啊政府的叫做啊会计制度。啊，咱即马通常啦，医生制度啦。就是要来达到啊，来控制政府机关各种的税入甲税出的目的，啊，来符合啊这个做规章的限制，来和这个啊，咱敢讲各单位的主管来参考，讲咱这个计划啊有做到无，啊是咱的目的有达到无，啊这拢。会使来做啊参考。啊，咱这个政府会计制度啦，咱会了解啊这个情形。咱稍啊
停两分钟，恁对这有啥物问题无？大家对政府啊会计制度有啥物问题无？啊，是恁的看法安怎？想要了解？无哦，咱过来。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哦，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啊，这呐大家会了解，啊，慢慢啊，搁深入，安尼你会计会学了足好，你也会去了解人咧做的方法，啊，咧决定啊，来按。来依照这个啊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来处理。好，啊，咱来看啊文字的啊说明哈，讲会计原则啦，来包含啊这个会计事务啊，甲这个应用的方法。这个应用的方法啦，方法有足侪的。迄、那个伫咧处理的方法哈，有足侪种，你要选倒一种来处理啊，较符合啊咱的公司啊的政策。哦，这就是讲方法有真侪种吼、哦。啊，甲咱会计原则啊，啊，这个是根据这个会计啊原理啊啊这个理论原理啊，甲来。来导引出来，有实际啊，有实用啊，实用啊，这个价值吼，的基本原理、甲方法、甲成熟啊，这些原则啦，拢受到啊一般啊一般能够啊广泛能够接受啊接受的。啊，咱即马就要讲，第一就是企业啊，那讲单位啦。咱讲中央机关、地方机关，啊，也是乡镇机关，啊，这就是讲，咱若讲一个啊企业，咱集团嘛，集团内底又有啊，那么分公司出去，啊，这就是讲，那么企业啊，拢爱以这个个体哈、啊，这个个体家己讲啊来加息，啊，举一个例就是讲。台塑集团，因伊有蓝牙，吼、哦，啊有啊台化，吼、哦，所以伊有同不同，吼、哦，啊伊即嘛咧个咧啊，迄、那个做啊咱这个伊啊个咧生产这个石油这方面，所以讲伊不同，所以拢伊每一个公司啊伊。的开销啊，每年爱来合并这个叫做财务报表，才送来总公司来合并来算这个啊，这就是讲咱的啊企业个体的加息啊。啊，这点啊，咱私人的啊的机关啊的公司啊，我特别啊来稍微说明这个。有的人会想法讲，这个公司我提钱出来，啊，我来投资，我来经营，啊，我要开什么？那是为这个啊来提这个公司的支票来用啊来买，啊咧会使咧袂使哩，绝对袂使哩。你要用的，唔是用伫公司方面呢？你就要用私人的钱、私人的支票来做支出，不是讲提公司的支票，啊来提发票，和公司去报销，这安尼是袂使的。啊，机关啊，同款。啊，咱民政府啊，变咧执政的时啦，迄、那个。
哪样啦？常常会讲啥？常常会讲，你出来办私人的代志，你哪会咧用公车？所以公车就公务车，常常会来指责另外的人。即马因咧执政啊，这个声音拢无去。这就是啥？咱要讲的，就是讲企业国体的假设啦。你出来办公司用车，迄是合理的。你若是迄个假日拄啊家庭的出游，啊是假日你的私人的代志，这必须爱开家己的车啦。伫美国先进的国家，拢是安尼啊。伫外国机关啊，伊讲厝的啊，公司的车是公司买，公司买办公司的代志，开公司的车。你迄、那个假日啦、你都爱开私人的车，这那是爱分开啦。所以这点啊，慢慢啊，咱阿伯，咱也是爱建立这个制度出来。这就是阿伯你咧执行的时啊，咱家己心肝内底，咱就爱家己讲，袂使讲的甲输的难难的。咱现在一般的私人机关，甲讲这个代志，伊袂接受啦。伊安怎袂接受？伊讲，拢我的钱啊！我提钱出来开个公司，我要倒遐用几块啊，袂使哩。迄个代志，伊无了解这个会计原则问题啦。那会计原则甲讲的，伊就会接受。你爱甲讲，你爱算好清楚，这间公司到底是赚偌济钱？你是毋是要了解讲？这个公司经营下去以后会阁赚偌济钱所以讲你私下开的甲分得清楚实际上就是这间公司才会员工拍拼出来的成果你认为讲这都赚遐济啊赚遐济安怎就发寡奖金给大家大家就阁拼落来明年阁会赚较济你后占好处，你若讲你私人的开销拢摕来纳到公司的啊！遐个员工讲，都拢你咧开，但你公司无趁钱，即个员工来会讲，面顶都安尼啊，咱也会使讲，咱去外口买物件，讲即个3000块，你甲开4000块，我摕转来，大家来斗开嘛，是毋是？即个观念就出来。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虽然你提钱出来创立这个公司，你家己要用的时袂使讲，这是我的，我要用安怎？你会计，你听我，你若唔听我，甲你换人，那安尼就一间公司差不多啊。以后即个公司的干部，伊讲，头家都会使安尼开啊，咱奈袂使安尼开。照开那安尼，这间公司也拢无赚钱，如果无赚钱，大家迄个意志力都薄弱去啊，所以要生存就较困难。所以讲，一定要有这个观念，第一个观念还足重要。但是咱一般私人的企业也未接受。以后我的判断，现在我拢有敢讲。你公司设立，你爱公司一本支票簿啊，吼这个制度定个好，你开销拢用这个支票开销拢做，你的开你私人呢买用的划分哦清楚，即个员工确实讲咱公司都无赚钱，大家若较认真的甲拼赚钱，
啊，这就是一个观念，员工的向心力啊，足重要。好、哦、啊，这就是你若无脱开，啊，你也认真啊，大家拢为这个公司咧拼，大家会拼啊，总归有一天公司我会啊成功啊，这就是好、哦，咱咧讲这个啊这个观念。啊，咱即卖要讲第二个啊，继续经营的假设。继续经营啊！我常常人会甲我问讲：“哎、欸，啊，我要做什么事业较好啊？”好、哦、啊，我有一段时间伫外国，啊，我若算讲伫交涉啦，吼、哦、啊，恁拢话拢咧甲人做服务啦，啊，来遐来参观，啊，拢会问我讲，伊要来外国要做什么事业较好？我会甲问讲，你伫台湾咧做啥物？吼、哦，你爱去做你安怎？第一，你家己做内行诶代志；第二，你想讲你去做，一定会趁钱。吼、哦，你若即、這个即两个观念，你来做，我一定会趁钱。你袂使去想讲，哦。人咧做啥趁钱，啊，我着赶紧来甲伊做啥趁钱。啊，迄我会感觉讲，迄是保险的。你爱去做你家己有把握的代志，啊，你家己有啊的经验，吼、哦，啊你，所以有的人讲，你若无把握，你各种。的生产各种的成本、各种的开销，啊，你若爱有当时爱摸索成本啦，所谓去学一寡实习，交一寡学费啊，人有诶讲啊，交一些啊学费吼，啊来学这个叫做啊经验，交学费学经验。哦，这里，啊，你因为你做这项代志，你已经即个啊。交学费学经验已经伫台湾已经拢清楚，啊！你去外国，啊！你就依照你的原则来做，啊！一定的。有当时啊，去外国吼做生意啊，比台湾较简单呢。安怎比台湾较简单？因为伫台湾诶要做生意足竞争啊，伫外国因迄土地较大，吼啊！算讲有诶人啊较侪，啊因较早拢有一个制度，较未啊讲安怎，抬价啦。外国伫外国咧做生意，讲这定出来啊，即款十块，你去啊甲买讲，诶、欸、啊这八块好啊吼，迄无啦，足少咧啦。啊，常常我有当啊。带阮后生去买物件，我甲讲，啊，咱用伊现金互伊，你甲讲，啊 ，cash discount， 就是讲现金折扣啦。迄人卖咱的人讲，哎、欸，若足欢喜的，讲好啊，我俗，啊，零点，啊，两趴，搁俗两趴互你。迄有啊，啊，你若无讲。你去买哪付现金？好、哦，安尼这点大家都清楚。吼、哦，啊，咱都有这个经验，了解因迄个风俗，因迄拢是现金的。啊是，因无咧用现金，拢用信用卡。我讲我买付你信用卡嘛，啊我也买开支票给你嘛，啊我甲你付现金，啊买我，吼、哦，这就是现金。折扣，外国有，因为咱咧做啊会计内底啊，有迄个应收账款、应收的账款啊，讲你十天付少啊现金，啊三十天付少有一趴的折扣啊，有两趴的折扣，啊六十天付少啊有一趴的折扣，啊那啊。一百天，啊，
无折扣。诶，外国诶，迄个做买卖有即、這个，我有即个规定啦。啊，所以讲，这就是咱我爱知影的。咱这所谓继续经营的价值，就是讲，咱企业算落啊，亏落买即个机器，依照机器的迄个寿命来做折旧，毋是讲咱企业亏落3-5个月啊。特别去换公司啊，这就是啥？一般来讲，叫做卖发票的公司啦，你走给国税局局的啦。安那走给国税局局？伊请讲一般的地下会计师事务所啊，即嘛无较无地下啦，走起足济。吼啊，即嘛都有迄个记账式啦，吼、哦、有诶看板看起来讲。做会计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现在都有迄个叫做记账室啊，咧换啊，像迄款咧，有诶就是安怎咧，较下工成立公司，哦，人钱来啊，甲办办咧，啊，成立一个公司，啊，甲发票领领诶，互伊，啊，迄有诶人拢咧卖发票，伫遮成立一个公司，啊，搁发票。卖2-3个月，还袂出代志，因为发票是2个月结一摆嘛。啊，2个月结一摆，啊，伊领着啊，卖咧发票卖卖咧，啊，搁着搁去关起来，搁刷白金，搁开，安尼直直刷，有诶全省轮透透。所以咱咧买货咧入货啦，哪特别注意？哦，你去买着迄、那个。算讲人卖发票，啊！你去摕迄个发票，到尾来入账，你后摆你这间公司哪有代志？所以，来会特别注意讲，咱会是继续经营吼。啊，继续经营拢是爱，咱若要买物件要进货，伊开来发票，咱会了讲是毋是甲因共公司的？啊，若毋是共公司的，照名开的发票，安这就有问题啊！啊，你就特别爱注意，吼，这点吼啊，甲你啊，大家。啊，讲一个吼，啊，咱即马要来讲第三，就是汇表单位的衡量，就是讲，咱要计数以什么汇表为主？咱若是台湾，咱现在，我准你若是有国外公司，我会使用美金来做单位来计数，我准你做美金。啊，咱现在拢是台票啦，吼、哦、啊台票啊，咱我定啊讲到即讲啊货即、這个货币即个单位吼、哦，就是1月7日，那今啊讲5万块，甲12月31日，小铺那是5万嘛，啊实际上。1月7日的5万块，甲12月31日的5万块，诶，价值，或是讲伊的购买，吼、哦，购买的迄个价值，购迄、那个做购买的这个价值啦，无同款。上简单的咧，早期啊，去买7-11的便当。45块，啊！即马7-11的便当拢偌济？超50块、55块，啊，拢啊，那搁较悬的。啊，所以讲这就是啥？迄、那个咱的迄、那个钱啊，拢会贬值。啊，照经济学的思想的规定啊，超一年啦，贬值啊。差不多3-5%啦，所以3-5%，啊，这3-5%就变成啥？利息啦，利息为带来的，利息这个观念是为带来的，咱要了解，利息是，我有钱，我不爱用，我忍受
啊，这个不爱用，但是我有收到啥利息啊？诶、欸，啊无，咱共借钱是安怎爱付利息互人？啊，伊忍受不爱用，伊钱摕来我用，啊，我用甲用啊，啊，我着爱付人一点啊，伊这个贬值，贬值，吼、哦，有人来讲借十万。7年一毛一本啊！哦，借十万，啊，7年一毛一本就赚到了。啊，咱啊借人6年7年的，啊，搁赚十万回来。啊，这拢是啥？拢是利息。所以讲啊，这个利息的发生啊，这就是我甲这个货币吼，啊，我有啊有关系吼。咱讲的就是第四点嘛吼，甲这个币值吼不变的假设吼，因为咱的绩效，拢1月7日1000块，甲12月31日小普啊那是1000块，这是不变的。所以讲，有诶寄伫银行，银行普啊有咧变无？银行普拢半年，甲你算一寡利息入去。过半年，佫甲你算一次啊利息入袂？有啊，有咧变无？有啊。好啊，但是伊咧变，银行家算好好咧，包赚诶啦。吼、哦，诶、欸、啊，这都予大家啊去过去做者探讨。啊，咱过来讲咱过来讲这个做加息啊，这个会计期间的加息。咱现在啊，拢1月7日甲12月31日，吼、哦，咱诶一年诶所得啊，啊，无论你是政府诶，无论你是私人诶机关，吼、哦，还是你诶所得税，咱现在联邦政府即个规定啊，是1月7日甲12月31日做一个会计啊期间啊，啊，日本政府是4月7日。咱会了解，咱日本政府啊，咱日本天皇在1945年4月7日，把台湾纳入他不可分割的啊领土，把它纳入它的啊国土内底是啥物？伊乃用4月7日，这就是甲会计啊，这个叫做期间有问题啦。所以这个日子啊，咱拢会记哩。伫1945年4月7日。台湾甲日本的领土就是免分割啦，所以中国这几年来，伊唔敢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是他的因的领土，啊，都战争法、国际法。啊，读个因啊，派武汉大学一批个研究生啊，伫遐咧研究，啊，出来理论拢甲咱啊林博士甲何瑞元联合理论拢共款。伊即摆哪敢讲？讲起来讲，啊咧互笑死个，讲啊恁遮拢啊，无咧读册，无咧了解，所以讲。咱现在甲即卖的地位是啥？甲中国拢安怎？迄个田无沟啦，水无流啦，甲因即卖一点啊关系都无。有影，真侪人，咱这个论述推出来了后，因安怎咧想？因讲，咱要学做啊，咱即卖要来自治。啊！中国要放人去啊？袂，拢去问到中国。
笑死人，咱甲伊一点仔关系都无。啊，所以讲，这也爱互大家了解吼。安尼，咱就了解讲，会计制度甲国家的政策拢有相当的关系。这个会计期间啊，拢有相当的关系。吼、哦，啊，咱过来讲一下，咱再来休困啦吼。啊，来，咱今晚要过来讲这个叫做重要性甲这个稳健性啊。这个，什么叫做重要性？咱会使安尼讲，这个开销啦，那对这个公司来讲，这条钱开销足大的，伊的会计处理就无同款。伊会使安怎呢？我若计啊讲，我简单讲，咱若一个修理厂，咱这个修理厂都营业额啊，一个月做头都三五万块，咱即马去买一个工具啊，讲话爱三五万块，安尼即个对因公司来讲，买即个工具就足重要嘞啊！啊，所以讲即个工具啊，你袂使阁用即个费用的方式，甲开销出去啊！啊，即个工具安怎？咱来，这个工具要用几年？咱讲这个工具用五年，安尼分五年来摊，做五年做费用，其他的做资产，就是费用甲财产，这个资产啊，要划分，就是讲你的重要性，你开销的金额的重要性，对因这个公司的重要性的大小，来探讨，所以这个就重要性。那要讲这个稳健性，这个稳健性就是讲，假设咱的收入，咱的收入有人也未达到，咱加讲，咱一栋大楼，哇，这栋大楼跟人签一个契约，讲租你十年，十年，但是租金、装修，咱即马唔到租金十年拢收入啊，咱来考虑讲，有当时啊，这个企业若经营无经营落去，到时你拍契约时啊。伊讲，每年摊，但是我是先付你，才钱是先付你啊。每年我有大，你才，若无大，你后摆你还阁还我。若这间公司的事，你这个稳健性啊，你就袂使讲，咱这是包收的呢，包收里面呢。咱袂使，咱即马都爱算讲一年收偌济，伊带大个，就收偌济做收入。袂使讲，我这个做收入嘛，拢干袂做讲拢正收入来讲啊。咱若有这个负债，这个等于以后伊若买大，伊要把遐个无大够遐个钱要讨倒转来，咱也爱给人啊。所以讲，这个咱要做小的时候啊，这都爱我爱考虑这个问题。好啦，我看咱先到这休困十分钟哈，再过来继续。起立，立正，行礼，休困十分钟。